现在呢，我们先介绍一下双方的出场阵容。巴西队守门员塞萨尔，后卫是四号大卫·鲁伊斯。从小可能因为自身的条件相对不错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去的这个中国足球学校。职业化初期嘛，所有人认为我是代表这个国家去踢球，这个中国两个字或者国旗在这儿是代表的不一样的意义。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态去踢比赛呢，它最起码是一种统一。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啊，很多中后卫竞技这个水平，包括对足球的理解，还有自己对足球投入的这些方面，我觉得比范志毅要差很多。去跟他学习了解，他从职业运动员转换成这个就是足球工作人的这个过程，我们怎么去哎，你坐，坐，没事，就给我一惊喜。给你坐，那没，别坐，您坐，我也别坐了。没事，您坐，坐，我不坐。晚上有空吗？晚上踢，踢。晚上踢两球啊？哎，刚才没空，这会儿可以考虑了。给您考虑一下学习。好，谢谢。咱俩下，来一块儿聊聊下，来一块儿聊聊下。加德勒会汉夜战，我们等着你。